首先找一个十二的气管，缝上去之后，然后再插在这里。然后这个是一个细阀，手阀阀来的，可以冲推进去的时候，这个气压就进去了，进去是六公斤，0.6，然后它就没有气了。我要操作的时候推进去，推进去之后再。再把这个总电源打开，打开之后再把这个电源开关打开，打开等了几秒钟，这个数目挺亮了之后再按设置。这是参数设定，这是设定状态的速度，然后这个是全盖的时间，然后这个是下毛的时间，然后这个是功能设定。现在这些真空泵也是关着，打开真空泵，然后方瓶器也是关着打开，然后全盖功能也关着打开，然后现在是调试状态，然后要自动要按钮自动，啊，这个是调试，自动，按完之后再启动，按这个启动。如果是按了急停，然后启动之后，后面这一个冷凝器刚刚是双无极的，如果这样出来的话，第一是四个瓶子是完全出来的，没有说瓶盖。然后后面再拦，导致这个挡了四下，它这个冷凝器干不出来了，可以暂时工作了。回来。